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《昆凌新闻》。为了强化靠乡的供电网络，并且配合再生能源政策，台电将伫咧水际川兴建二五变电所。另外，台糖二五农场林地内底大约100公顷的树木要拔掉，设置太阳能供电设施，方便将来产生利润。15号即天，靠乡民以及靠湖反对二五兴建变电所自救会，是来到地空地边抗议表达心声，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来听取因意见。民众大声发出抗议，要求能源公司唔通为着设置太阳能供电设施，将几个农场林地、树木来拔掉种电，靠向分一四七线道路两侧的地，原本属于台糖公司，后来租予私人公司进行使用，但最近要配合中央的能源政策，要来设置太阳能供电设施，这个决定是予当地居民提出疑问。有生态的文化、观光休闲的文化，哦，甚至你来讲去咱南堤看夕阳。你也感觉烟灰一样啊，哦，啊大海吼、哦、那百川啊，你也感觉讲我人出自在啊，我只有包容心啊，结果我无啊，完全我无去啊，哦，为着你们种田。我细汉的时候，就是吼无种树啊，就是食山椒饭啦，啊，即摆佫错掉嘛，是佫同款佫许食山椒饭啦。卖厝就是伊这在一年后啊是偌济，就是拢爱洗硫酸啊，啊，阮这盐酸重嘛，盐水嘛。后摆就变做下一代抓胶饭啊啦！下一代人要做这生活是无法当生活啊。其实不是反对重电啊，因为其实绿能哈，我们一般大家都是支持的。但是现在大家在反映的声音就是希望政府不要因为要发展绿能，然后去砍树重电。另外，台电公司也将伫台17北上111公里处设置大型的变电所。不过，这个所在过去因素被台过不明的废弃物，所以当地居民就提出，若是伫遮设立的话，敢会影响到土壤，甚至是地下水等等的环境问题。伊个郊外地民间的土地，伊去买伫遐，伊唔用台糖的地呢，伊要用私人地呢。啊，这内底唔知有啥魔鬼，我唔知影。啊，咱个丁正甲讲，伊个土地是安怎够恶质，土方倒卖去，佮用迄个废弃物甲倒嘞，我甲检举。环保署来个处理到乌窟啊类，伊本来是残呐，乌窟啊类，甚至佫含迄个工业废水佮倒啊类，我是咧担心讲咱口湖水呐北港是食地下水，哎，地下水你来讲这污染类人食着是毋是对咱的身体、咱的健康有问题？为此，县政府佮台电也做出回应，县府建设处来表示，假使讲能源业者确定要伫一四七线道路设置太阳能供电设施。也必须要跟地方民众做好沟通。另外，针对台17线设置变电所的问题，台电公司对此也指出，将会配合县府环保局来了解这个所在状况，进而选定时间来开挖这片土地。那个要尊重民意嘛，所以针对地方上的意见的话，我们收集完，我们会提醒该公司看是不是找个时间去跟地方做个说明，以消除大家的疑虑啊嘞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事实上是。整个树地是非常干净的了哈，那民众相信疑虑的部分，那事实上我们也在1月21号召开过地方说明会，那目前的话我们是会配合县政府的环保局，那来办理后续的一个调查跟这个厘清哦，那后续相关作业我们会邀请地方包含村长、自救会这边一起来到现场来做厘清哦。乡亲强调，不是反对地点，而是设置的时阵要跟地方协调，希望整个事件相关单位会当出来斗三工。记者丁贵祖参报道。